讲正在咧讲啦，这拢是迄个妖秀良吼，家己做得来的啦。后人头家传因的，有够无良的啦。我安尼咧，甲啉一罐海头啊，吼，都要倒在工钱内底扣啦，真正够酷型的。啊，一声吼，咱店甲开落，绝对吼，因来刺枪啊，刺枪。嗯，以后吼，大家添功夫啦。卖安尼啦，大家好来好去啊。不咯，师傅娘啊，咱会当互伊好来好去啦，这你都唔知影啦。师，我看也无唔对吼。这个妖秀良啊，即马头壳冒在咧烧，未食未困的啊。什么都未食未困，我看伊即马后尾哭破目屎啦。对。用啊，阿太啊，写这第四字敢是铁？这个啊。啊，写啊念念做一句看无？这个我介无熟悉，我唔识念念。这个啥？铁啦。好啦，恁先去食饭啦，啊，我再来给伊倒写啦。好。我你要写？食饭啦，食饭啦。你要写哪个写较水哦？安尼啦。等下哦，叫阿勇食饱后，可以买一块新房仔来写啦，一个写到不得不停。今麦哦，咱会当开家己的店，以后赚钱哦嘛较紧啊。哈，遐就搁讲，店开了免惊无生意啦，订桌的人排几日嘞？行，咱食饭。卖臭蛋啦，食饭啦。姐，讲咩？母啊，姐啊，干嘛？啊！你是走倒去，才唔才转来？无啊！啊，我鱼仔卖完，哦，啊，搁夹刀啊，去用磨啦。来，这鱼仔家己的足青的呢，加正大啦，吼。你今年是几岁啊？十六。十六。我今年三十啦。母啊，你定来袂记恁囝几岁呢？四十六啊！哦。啊，你有想要娶某无？有啊，啊，足久来咧上啊，点卖铺我有法做。你即卖四十啊啦，啊，目一年都五十万呢，啊，啥物嫁你？老人要嫁我上好啊，啊，我规工拢是靠互你拍拍走的，万一若娶一个不孝媳妇来，甲你苦毒咧，啊，要安怎？迄我唔肯哦，我系唔甘的，你是我的老母呢。阿母知影讲你是一个有孝囝啦。才练去吼，对啦，食饭方便多啦，插头又有无啊无无对，那母仔正食落来就好来。喂，秋兰啊，阿彪你来啊，来宾先啦。好。你阿彪这个？哎，乖，来，这糖啊变好哩，哦，你阿糖妹。哎呦，人来就好啊，搁这尔客气，早死羞啊！啊，囡仔爱食，我做一个买互食。多谢。啊，迄五金行叫你无去倒啊哩，无好个。啊，好啊好啊，啊你稍等下吼。好。来，伫遮啦。好，啊对啦，对啦，哦。啊，明仔载我着拄啊搁无闲吼，爱去港口看鱼啊，爱看场个遐吼，我有一张地图，再麻烦你交恁海啊。你看到的头家是看你的面子才肯落价，啊海甲伊也无熟啊，你无带伊去，安尼介绍敢要好讲？主，你放心，我拢带伊去。多谢。啊！阿母，阿囝啊！你快进来！紧进去了，我来找你啊！进去了。哦。丢人啊！你是？紧嘞啦！恁囝头壳一空，要死袂当开啊！紧嘞啦！紧啦！上紧！阿健，你跌倒过啦！阿健，阿叔小姐，我拜托你，紧去找医生来，甲阮囝看一下，好吗？拜托你啦！你看啦，多正经，我嘛无法度啊，那是阮病院的规定啊。阿金，医生啊，阮囝仔拢无反应啊！医生啊，拜托你啦，拜托你先甲阮囝救一下啦！已经有人去找阮阿来啊，伊着水来啊！拜托你，我求你，拜托你啦！我安尼啦，康水是甲处理一下啦。袂用你啦，咱一定有交代，无六保证金就袂当看病。万一家上若是无钱，咱是要找啥人讨？不要紧啊，我叫你做你就做啦。这位太太啊，伊都要赶紧把保证金摕来呢。
恁囝伤啊遮严重，毋是天两掌才会好个呢，伊搁爱带伊一阵仔呢。好啦，今我来想办法啦，拜托你先甲伊看一下。知啦。去。哎呀！阿舅，小舅。哎呀，紧个啦，紧去啦，保证紧啦，紧个啦。我身躯干了遮尔，敢唔够？来，你过来一下吧。好啦，你移出去啦，工事我来处理啦。拜托。多谢你阿姨，拜托你啊。脚未行路就咧效应啊，即摆头壳搁开花，你讲囡仔是哪讲啊？国家会出代志，你是咧做了啥物老母？今日阿彪来厝内面，我甲伊伫咧讲话。无去注意到阿金也要落楼梯，总共一句就是你无尽到做人母的责任啦。拜托的，恁较细声好无？是的啦，是的，是的。即摆要买拖拖，甲买铁链钱，拢摕去拿保证金啊啦。以后医药费，唔知要去开偌济。以前管的人讲哦。讲囡仔爱搁检查啦，爱搁啥啦，啥，啊搁有诶无安尼哦，意思讲爱入院观察啦，啊到头差不多爱5000块。五千。啊，日头落山以前若立无清楚吼，叫咱囡仔规日无转去。拢是遐个啦！啊系啊。别讲，你袂袂瘾听。别再摕5000块，你可以挂一罐农药，你袂啉尿死好啦。辛苦。三呀，嗨呀，三，嗨呀！哎呀，拜托，我老爹哦，去跋车足严重个，即个住喺病院，我算算个哦，保证金、医药费，搁爱住院个钱，上只5000块才拍得过，拜托你借我车无？钱哦，借你急用这是无问题啦，也毋过吼，爱写借条。好啦，我等你，较紧来就好啊。好，紧来，紧来，咱兄弟啊，大家话讲真正啦吼。啊，拜以后吼，才来谈下感情。好，紧来，较紧来，莫慢吞吞啦。要过吼，哎，爱利息嘞。好啦，利息爱偌济啦？2分半。哈？2分半？哦，你要笑人个哦！我就是等，那是共故乡个，所以我真正要笑你啊！迄若别人哦，免讲利息啦，一届我都袂出你啊！我心怎叫雷金？要笑人笑，又在你啊，啊无叫别人笑啊，我无勉强啊！哎呦，你莫相信话哦，你上个是莫骗我！你说说你啊，你莫骗人嘞！哎呀！讲起拢是我的责任啦。一定是叫我退去迄李亚堂城场吼，再跋跋落来。这也袂当怪你啊，是我家己无甲顾好。何叔小姐，何叔小姐，啊，阮囝即摆哪拢还袂精神啊？你哪袂遐尼紧精神？你紧去拿钱较要紧。哦，好啦。何叔已经来催拿钱几落届啊？阿囝伊哦，伫咧倒拢知影，这阿海哦，佫走啊看无人影。秋兰，我有办法啦。你家己也无钱，哪有啥物办法？有啦。你真是有办法啦。心爱的，心爱的，再回来，再回来。母啊，拜托，紧啊，钱来啦！你有结拜兄弟，啊，我哪么听你在讲啊？啊，就迄、那个，哎呦，这顿来才甲你讲啊！你钱若唔紧给我吼，我迄安尼记后生可能就一命乌好挨在。啊，是安那？你安尼记，啊，哪唔家己来的？啊，伊就踮病院顾因囝。母啊，咱救人一命在做功德呢，安尼佛菩萨都会甲你保庇，保庇你福气吃百里。
我嫌青春美咧。哎呦，迄戆囝咧！行行行，我来，进来，进来，拜托个。我来提啦。进来哦。好啊，快进来啦。好啦，好啦。我啦，行来，行来，行。阿彪，阿彪，阿你衣服无穿，哎呀，阿公做海洋啦，查某，哦，这戆囝儿啊，甲迄个不三不四的查某，啊，倒来找骗我哦，啊吼，即摆啦，倒来吼，我一定要甲你问一个清楚咧。小姐，小姐，阿娘嘞，我是小姐。我输啊。我拢无人啦，小姐。你是怎样做好啦？你先坐啦。你放上去，放一个啦。你老母是安怎做的？才叫你这老母。哎呀！阿叔发生什么代志啊？阿贤哪啦？你先来甲老母，你先叫阿娘，你搞我的存在啊！我有点想去，我有点想去。安怎？想去我已经。你已经安怎？想去安怎？你阿贤哪？安怎？小心，请小心，小心！阿强，阿强，阿强！阿强，你先坐。你小弟也翘起来坐。有啊，伊带我试过，啊，护士小姐有甲注射过，叫伊加休困，伊都搁困去啊。哦，虾米让恁老爸惊死？无代志的话。先生来啊！哦，先生，啊，我们叫今晚是安怎哈？伊的工作已经处理好势啊，啊，不过嘛是爱留点病看一下时间。假使讲无啥物其他的问题，就当处理啊。哦，医生，多谢你啦。袂啦。啊，对了，这是保证金啦。这恁翁已经纳吧？啊？已经纳吧？啊，已经纳吧？嘿。你才明明我气死呢！我精神不知是去弄破到人的金刀阿拐啊，不是？再饲到你这个戆囝啦！哈、啊，你钱哪敢提约款你我开吼，我阁无话讲哦。不是啦，迄、那个查某是有翁呢，啊，你是干高声的啦？母啊，冤枉哦！你手拿包了没？叫！母啊，你敢知？人家树人啊意思哦，我知。迄、那个查某有翁，因翁在拍地，爱啉烧酒，是酒仙啦，对无？安尼才就好啊，对。嘿，这边因迄细汉囝，阮楼顶搬来吼，讲起我嘛有责任的。什么责任嘛？嘿，啊，因囝烧了，甲你有啥物关系？哈？哦，啊，你吼生真害呢，哈？哦，啊，明早我有翁有囝哦，哈？啊，你安尼哦，你讲白，啊，恁囝互隔壁的人甲咱讲闲话，哈？我喊我哦，大人啊，点点。我这个钱，若是讲叫贱娘甲我贱去，还是讲胖贱去，我阁袂生气到安尼哦。偏偏让我这个孤囝甲我骗啦，你知影？老母啊，这个后半世人是我要困，迄五万年呢，啊，毋过爱正拼，你知无？哈、啊，阿彪啊，你爱做恁娘，你讲甲你卡死，哈、啊？哦，我受你气到红样，我才敢讲白贼话啦，了了，我饲到这个孤囝红样，真好，真好。啊！躺下，打飞吼！我查紧倒来啊！哎，小文啊！阿健，你甲安回来哦。我刚才听讲伯阿保庇哦，起码拢无代志啊。哦，哎，小妹哦，阿西吼，真早暝拄啊坐到即阵啊，我叫伊困也咪困啊，阿甲伊讲话也无爱插我啦，规个人安尼怪怪，你都较细腻个呢。细腻细腻。
病院是退偌济啦？300啊。啥？300？看，安尼有干那无？咱拿遐个钱哦，就敢那是医药费同款，病院早就算好好啊，差无偌济啊啦。我是想讲，来咱加摕一寡吼，要摕来行阿良。阿良细汉是毋知影咱个情形啊，钱哦较慢才行啦，应该袂甲咱计较。袂计较？伊这人上好计较的啦！恁爸去甲借钱是还条件交换呢，恁爸爱去甲做工做赌的呢。伊迄工钱算了低，恁要做一年嘛做袂煞。阿健发生意外，这嘛无法度啊。总讲一句，就是拢厉害的啦。做人三只老虎，顾一个囡仔顾到对楼顶，爬去楼脚落去，安尼欠两个都欠一个钱要开掉，即个性格拢无去啊。你较细声会好无啦？莫甲囡仔吵精神啊！是要我细声？你甲鱼仔伯讲话，咱毋较细声嘞。当初你们若较细声，迄个囡仔就袂有着要食块糖仔，对楼顶跋对楼脚落。你当作我是挑故意的，我甲鱼仔伯。你去好好读书，有好耍无？当然好耍啊！有唱歌，有玩游戏，还有真多小朋友陪你耍诶。要毋过，阿母讲我还阁袂用去读书。那安尼，就爱等你身体好起来啊！你行路还袂行好，是要安怎去读册，对无？毋过我脚无方便，行路足紧跋倒诶。不要紧啊！来。在桌上哩。阿爷，你画我对无？嗯。那安尼，这是啥？哦，这是我甲你设计乖啊。卡叔讲哦，你用这个乖啊，走路唔但袂跋倒，佫会当用走哦，佫走比人较紧的。哇，恁一只设计好啊。等我大了以后，才送一支真的给你。